属广政初年，蜀主孟昶在宰相武兆义的建议下，号令蜀中石匠数百，开始启动一项注定要被后世子孙称颂千古的浩大文化工程。这个工程就是在中华文明史上写下过浓墨重彩的重要一笔的孟蜀石经。本来树碑立传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儿，把正统的学说镌刻在非常严谨的碑上，这说明本身就是一个权力的象征。我立这个石经，首先表明了我这个朝廷是心向儒学的，对，我是一个以维护这个是吧儒学的这个正统地位，哎，作为自己的一个政治目标的这么一个朝廷。孟蜀石经是最早将儒家十三部经典刊刻上石，经注合刻字数最多的一部石经，宏工巨制，可谓空前绝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总共仅有七部石经曾经存世，而孟蜀石经作为其中唯一一部由地方割据政权独立实施完成的石经，以其收录经籍之丰富完备、书法艺术与雕刻工艺之精美、经注兼具之全面，堪为经典中的经典。上千块镌刻着凡117万3000余字的青石碑刻，终于在公元952年最后完成，并随即安放在当时的成都府学、文翁石室的梁武和经堂内。从此往后的将近400年内，古老的石室在石经陪伴下，再次呈现出自己作为文教圣地的生机和繁荣。气象浩荡的文教荣光，从华夏一隅的蜀地一枝绣出，绝非出自偶然。孟蜀石经问世的五代十国时期，黄河以北常年陷于战乱纷争，但前后蜀统治下的天府之国，却以其相对封闭的地理原型，享受着难得的安宁。天下文士流寓蜀中，官学私学齐头并进。尤其幸运的是，前后四代蜀主一脉相承的文教情怀。事实上，在总计仅有50余年的前后蜀统治时期内，在中原政权的震天杀声和丹丹虎视下，天府之国正是因了王建、孟昶这样几代蜀主一脉相承的文治武功，既延续着由来已久的繁荣富庶，更凝聚了天下艳羡的文脉精魂。这样的生动与和谐背后，是这块看似封闭的土地，在一个天下纷争的流离乱世铸就的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的教人史诗。当然北宋时期啊，有两位到四川来做这个郡守的那个高官、地方官，在他们的文章当中都感叹，他说蜀学之称盛于天下者，其具有三了，一个是文翁之史实，二于高公之礼殿，三于蜀刻之石经。这三个他说认为是这个传拥有冠天下。说到那个宋代的蜀刻本，我觉得其实是一定要关注，就是唐代的时候四川的它的印刷的状态是高出于其他地方的。
现在在敦煌遗书之中是发现了有四川的在唐代后期的大概最早的印刷品是四川成都的印出来的。据说宋平蜀之初呢，从后蜀运回开封13000卷图书，而宋开国的时候呢，他的皇家只有12000卷，所以他的藏书量呢翻倍了。那么在北宋初期，成都府华阳县的一位士人彭盛家里呢，他就藏书万卷啊。那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四川民间出版业和藏书业的发达。有人说后蜀时期的孟蜀诗经继文翁时世之后，进一步强化了天府民性中儒的底色，这样的说法是否中肯姑且不论，但天府之国在随后的北宋王朝书院林立却是不争的事实。所谓时事云霞思古梦，锦江风雨读书灯，科举入仕的强烈召唤下，纵有得道成仙或遁入空门的冲动，儒的一面终归是压倒一切的主导和主体。毕竟作为中国政治文化史上以文人治国为特征的封建王朝，宋或许称得上是一个真正属于读书人的时代。我们过去经常认为宋代因为国势比较弱，所以它的文化，它的这个整个性格是不是偏于这个阴暗啊等等，偏于软弱，其实并不完全如此。一方面就是在宋代啊，那个好文就是尚文之风尚，应该是在我们历朝历代里面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因此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在宋代出现了像苏轼三父子、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这样的一大批的文化巨人，确实是个非常了不起，对文化的崇尚，这个宋代应该说是在中国应该说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高峰。事易时移，直至今天，苏东坡这位四川眉山人依然是包括天府之国四川在内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共同的文化偶像。无论公元11世纪往后的人们在各自的内心有着一个形象如何丰富复杂的苏东坡，关于苏东坡的话题总是被人们拿来与王安石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并不奇怪，因为苏东坡一生的宦海沉浮正是以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安石变法为开端。今天看来，立场不一的政争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庙堂风景，而当政争在人性复杂的左右下无可挽回地演化成势不两立的党争，1000年前中国文化史上两位才华横溢的旷世大儒一度针锋相对，似乎已成必然。最早苏东坡也赞成改革，苏东坡主张从淘汰三垄开始，就垄员啊、垄官啊，就是不要叠床家务啊，自立，从这个组织人事方面开始来改革。王安石开始就主张增加赋税，从财政上来改革。当苏东坡走的时候，那么王安石说，不知道几百年以后还能不能出这样的人物。我想王安石这种评价还不算高，事实上苏东坡之后再也没出现苏东坡。而王安石去世过后，王安石后来很不得势，苏东坡又是如何评价王安石的呢？那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魁伟的之文，魁伟之文足以造势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苏东坡跟王安石的争论中间，我感觉到这是真正的中国文人之间的意气用事，放大了政见的差异。在这个争论中间，看不到权谋，看不到私利，看到的都是对自己见解的真诚的捍卫。将近四十年的游宦中，苏东坡辗转的足迹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种透着些许幽默的淡淡悲伤和苍凉，其实仅仅是晚年苏东坡在生命即将凋零前含着苦笑的一声叹息。事实上，无论是在堪比天堂的苏杭，或者是在入蜀难耐的化外之地海南，苏东坡生命中的大多数时光是气定神闲，甚至开心快乐的。因为所到之处，他一直不缺的是朋友，是能与他推心置腹、悲心与共的凡常大众。他们是一起泛舟赤壁的道士，对坐说禅论佛的和尚，或者并肩渔猎耕作的当地土著，甚至是朝夕与共畅言人生的青楼歌妓。苏轼在面临许多人生挫折的时候，又能够以道家的那种随遇而安的态度来这个看待，来相处。比方说苏轼晚年被贬官到这个海南岛，到了岭南，在别人来讲的话呢，这是九死一生的机会，是人生最就是残酷的命运。但是苏轼写诗，他很轻率地写出，就是说九死难还吾不恨，这个自有奇绝冠平生。他是觉得是最愉快的到南方去玩了一圈。你比方说苏轼贬官到惠州，在别人来讲的话呢，是政治上的重大挫折，但是苏轼在表达来讲的话呢，他觉得比方说我本来就是惠州的一个秀才，屡试不第，这个终老相见又且如何。今天的不少专家普遍将由苏东坡开创的这一理想文化人格归结为儒道是互补，或外儒内道。事实上终其一点，九百多年前的苏东坡仅仅是四川之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天府之国千年简续的文脉流转演进到十一世纪这个历史节点时一种恰到好处的经典浓缩，一次恰如其时的精彩绽放。儒家和道家它的这种磨合，说实话也是经历了上千年才磨合出一个人格典范，这个典范可以说就是苏东坡，是吧？在那以前他那种，我觉得是他双方了在那个人身上的那种私分裂性还是很严重的，但是到了苏东坡那儿，倒是一个达到了一个完整的或者一种完美的统一。他的光芒我认为是无人可以代替的，也无法去比较的。苏东坡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只一个，就是一座高峰，让我们永远的去仰止他。十九世纪中期，从古老的天府之国到广袤的中原大地，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亘古延续的中华文明在时代沧桑中即将迎来又一次千年转型。1873年，
置身中西文明交织碰撞前沿阵地之外的天府之国，迎来了洋务运动的主将张之洞。面对这块曾经折射出璀璨文华的天府大地，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或许当时难免失望。这块曾经洋溢着诗酒醇香的文教圣地，如今在八股取士的僵化教条的支配下，竟已归于暗淡，呈现在他眼前的是石室书院的破败萧条，还有科场壁斗的乌烟瘴气。张之洞这时候呢，他到成都去，到四川，他是一个非常想有所作为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官员，他科举这个少年得志，这个很想有番作为，所以呢，他是想大力的整顿这个四川的社会风气。他要整顿的风气呢，首先要从整顿这个读书人开始。正如不少四川人所熟知，不到三年后，张之洞留给天府之国的是一座矗立在石室原址的尊经书院。从最初的文翁石室到当年的尊经书院，天府之国在时代沧桑中已然送走了2000个年头。今天看来，在一个沧海横流的激变历史关头，尊经之位在当年的张之洞内心，也许仅仅是一种以尊经为名的复古与重古，而所有的复古重古其实都意在唤醒，唤醒一时沦陷于功名利禄漩涡中的天府之国，所有留在历史纵深处的那些尊严与荣耀，换回那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行渐远的伟大背影，并借以照亮一条经世致用、富国强兵的文教之路。尊经书院在创办的时候，大致是在1874到1875年这样一个时间。这个时候哈，我们知道，如果放大一点看，我们全国的哈，正好是洋务运动的后面。这个时候，中国啊，一个方面积极学习西方的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呢，很多的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丢掉自信心，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也有非常有用的一些东西，能够应对我们当前的这样一个社会变动。在张之洞看来，越是我们面临一个开放的这个环境，我们越是要坚守这个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中国所需要的这个现代化，是中国文明自身的现代化。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要立定根本。时代的苍茫裹挟着宦海沉浮，注定无以让一位有识之士沿一条预先设计的事业轨道率智前行。光绪二年，即1876年，尊经书院创办仅仅一年多后，张之洞奉令回京，踏上去川北上的归途。一路的诗酒酬诵，一路的念兹在兹，行至半道，这位日后的朝廷古宫大臣还专门致信继任的四川学政说，身随去蜀，独有尊经书院眷眷不忘，有志学古者，使蜀世一时之秀，动伐其结衣，可互相砥砺，即其他日必有成就，幸执事鼓舞而教育之，所成必有可观。
实际上的人文知识分子主要的脉络是诗，而精英跟劳动者所共有的是酒，酒把这两者联系起来，酒通过劳动者呢发出来是一种小民百姓的叫有盐有味的生活，是吧？那么酒通过知识分子出来的，那是一种诗酒传家的那种文脉吧。科举制，那么实际上启蒙了西方的文官制度，但是我们很少有人意识得到，科举制的真正的源头就在我们成都的文翁试试。如果说是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从，司马相如也这个王宝到这个杨雄，他连续的出现这个大家，那么这个表明在涿州这个地方，他有自己的氛围，他有自己的氛围，不然他不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陈寿《三国志》，长渠的《华阳国志》，这个两部书都在整个中国史学史上都是很出名的。陈寿的《三国志》是前四史之一。这个长渠的《华阳国志》，一般认为现在说来是比较完整的，现成最早的地方志。四川出了这么多的作家，至少就是民国期间出现的作家都没有重复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在里面。你像李劼人的《大波斯岁月》呢，写得非常好。我说如果，成都是中国的首都的话，他就是老舍，他非常伟大的一个作家。他对法国文学的那种摄取，对四川的历史的那种把握，那种叙述真是很大气，不得了。他的语言也非常好。郭沫若那种才思是吧？沙丁爱吾的那种，精致，都是有特点的。尊通衢之大道兮，求洁净欲从谁？自然的造物尽管没有赐予这块土地四季的朗照，诗酒的风流却足以为今天的四川撑起一片光华璀璨的人文星空。在所有那些熠熠星光的辉映下，在眼前这个今非昔比、日新月异的时代，对于千年酿造的这段文脉佳酿，今天的天府之国显然不应也不会谨慎陶醉。